八十条来，来拄只咧画啥？黑皮啊！黑皮哦，我诶哦，我着拄只画三百几片啦，好啦，黑皮啊，我啦，恁讲啥，我搁画一届。我等下对这边开始，淡薄仔画一遍，再白手啦，再赤笔啦，来，咱画一遍草鞋啦，气死人！鞋啊，准备啊！啥物问鞋啊？甲捧来！啊，讲要鞋边啊，要我来来做一遍。恁在讲讲啥？我拢听到，我拢给恁一届倒啊画一届。来，鞋边先来。要鞋啊，等偌济啦吼！我甲你讲，给恁熟了，一定给恁熟了有目的，给恁等有目的个，免我吼大哥等济啦吼。一百少济。卖问几只哦，家己目睭看者，一百有人来无？一百块，有无？有当时啊，我卖二三名，我拄只送三胎咧，下下才甲买。你注意甲平常心讲，这一百你够贵，唔通搁出价啊！这一百够贵，丢，有当时啊卖五十名，因为哦。你拢无讲今仔这胎做大胎，你拢唔讲。我讲去当地才卖五十。啊，都，我跟你讲过啊，这一袋一百九贵，咱讲实在，九贵。我有下再送三袋免钱的，搁一百，搁一百好无？我了足侪钱咧卖，你拢看无？好啊吼，一个、两个、第三个，要收掉啊，要收掉，这来包起啊，我。好来好来来来，拄啊好，拄啊一个要捧走，这来捧走就卖有啊。讲实在，这火车贵，你搁叫人回来，无你捌去啊？你都没有啦，一百块。嘿嘿嘿，我来讲，过一百块，好啦好啦好，来，好贵好贵啦好贵啦。来，拄只你讲，过来换，伊讲我，来我来我来。一百五啊，拄只看我换牙手济。拄只十外分钟前，拄只看我画一帮我牙手济，有倒一个听到看我画有无？你有看我画哦？我先问一下画偌济，对对，我送五百，我即号哩。有人讲会出来吧？拄只看我画偌济无？我画三百，我拄只画三百偌济。五百哦，来帅哥来，这五百我即号送你来。我先甲你讲一下，我拄只我你足少看到我画伊啊，捧起来都捧倒来无卖啦，这五百送你啊，三百五百已经本钱啊。下下的人听啊，卖加啰嗦，最后我听一遍哦，六百哦，这了钱你卖掉，六百哦，三百，那卖支票我啊，那无通走啊，搁我六百倒听，这三四来，五来，六来，三百，卖五百就卖袂落去哦，那几个，五来，七二来，三来，四来，五来，六来，即摆至少剩五十，这大人哦，哎，收我无多一个先的，啊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。这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，你即摆去菜市啊，别人问看卖咧，一只八十，你买着算足够买。这五啊，今仔这早这个五啊，这一手千外块银，全价千外块银，那你咧发？啊，帅，鱼仔水吧？帅，这头头。你头发这个鱼仔下开，我一个算够了吧？这鱼仔水吧？哇！啊！这摊家快要平落去啊！无我是卖啊吼，这是伊，这鱼仔拢伊的，我甲你讲过啊。你是要倒要出菜啦？卖落就卖落去啦，搁三百。就甲你讲钱啦。无啊无啊无啊，我卖收钱啊，无啊。无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才剩四块尔，来两百。一只外口几百块咧卖，你看这碗水无？真正的哦，来来来来来。来过来。炒下倒一半落去啦，啥你问这？这一也卖二啊五，这西底伊也无，我当搁发第二句啦吼，这最后剩这尔吼，问把你安尼画的，我本钱两百，他妈咧卖啦，本钱啊，只本钱两百十外块咧卖啦，吹落去就对，你唔来吹，我吹了足唔甘啊，这鱼仔的本钱，这单拢有两三项拢了足侪钱的，卖一个了二三十的，卖一份两百了二十块的，本钱来二啊二啊，我卖两百嘞，诚实嘞。进两下皮啊吼，进两下皮啊，进两下皮啊，你最后剩只尔无啊？规气安尼啦，安尼画两下要恶化啦，进两三四五啦，我不爱讲笑啦，一下卖二啊五，五下卖一千两百五呀，我招一股倒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啥你买一下两百？你我
你讲，喊你买买，等下阮等下来甲你斗正。好啊吼，无啊吼，今仔日咯，时间到啊，即阵啊是几点？明仔载后日拜来绝对无这个介绍，要来吃要提钱无，不啰嗦哦，不要钱哦，要十桶高银啊，两百，包伊啊，包伊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你上济食袂起，你怎赔？你吃五十，我你吃二。多钱要过来无？这虾仔吃斤半重，我无你讲笑的嘿。你开起甲看嘛嘞，有问题，连讲看得来退钱啊。这虾有够水的水啦，过年时啊，来我提来，虾有够水的，你等下你煮就知影。啊，连讲无这个介绍啊，你今仔是豆啊，来我提来。一盒两百了钱哦，这虾仔斤半重，一百，来个两包无？几条啊？我啊，啊，够啥物啊？咱最后一遍，咱若无买，搁开开啊，真正的。两三万块好啦，买多点，买啥货啊？啥货啊？无啊，啥？无啊。你要点菜无？黑林哟，黑林客，黑林先客咧坐，我一盘介绍者，我甲你讲过啊，一盘鱼啊绝对无输黑林，今仔出来只菜市啊买鱼啊就对了。来，歹势哦。这尾鱼啊，我拄则甲你讲过啊，这只鱼啊，伊个名叫做赤鼻啦，另外一种名叫做海鸡母。这鱼啊肉足幼哩，足好食，伊内底是纯白色白肉鱼啊。这鱼啊无刺啦，你着甲煎好食，用煎用脆足好食，白肉鱼啊。无讲笑哦，一斤外口两百几个哦，一斤两百多，真正个外口一斤两三百块咧卖咧，卖两百块。这鱼好吃啊，海鸡母啊，这较大尾就是来外口咧卖，餐厅吹起来，足贵的，非常的贵啊。我家卖面条，你讲安尼算，等下要加钱来看嘛哦。就四百二啦。就五百二啦。你食只赤鼻啦无？鱼只只鱼啊，足好食。你若买，我全吞落去啦。我无甲你讲笑啦，先买先行啦。即摆我送你啦，两百块啦。赤鼻啦，这鱼啊足幼哩，红赤鼻啦，一只出偌济钱？真正的小姐，这鱼啊外口咧卖足贵的，海鸡母。广告啊！这下仔直接，你跳拢卖四尾两百，你无啥要信啊！来，这拄只一人搁减一尾，这搁甲补落去啊！大家拢平坐尾哦，大家都一样多条，还搁200块，200块就好吃，吃不啦？真正有哩，你再吹哦！哎，线人，吹起来就好吃，200块。200块，安啦，拢总18只，这几只你搁甲我问，我来知，你家己算，八条啦，嘿啦，我来捧咧只，安啦，200块好无？这一只总偌济？剩20外块银啦，搁200块吃不啦好无？搁200好无？好吃啊！你免烦恼，真的好吃，这吃不啦什么话？用吹吧，白，200块，搁200块好无？看人吧哎呀，你今仔买无着，你现来啊！你买无着，你现来啊！这一只要甲投掉无？这一只你要多买20外块，好吃嘞，好吃的吃不啦？这鱼好吃，我100块无？一尾20外，你要多买啦！
搁一包无？四尾啦，人毋才开了尔，四尾啦，搁一包，有人爱无？有人爱无？有人爱无？拢好啊哦，拢好啊，真正拢好啊，安尼我要甲收起哦，一包搁一包。通通都好了，我来最后剩一半济尔，还是要甲收掉，我嘛收袂完。拢好啊吼，一半以后吼，我招一个人加甲招掉啦，过来要换下人啦吼，你知我姓啦吼，所以都来要等好无？三号哩，真的好吃，这你六号来要吃无？这要好吃，三百号。徐妹妹，你来了，表示没有帅儿子可以看。这爱牌啊，这要杀，这要杀！啊，你等下用小汤匙刮一刮就好啊。这牌啊，下站要买单，百超贵哦。我问你啊，有话不谈谈谈的。要三百五嘛，我最后一摆要收掉，真正要甲收掉，三百五收袂赢。再来说万说万说万。三百五十块才超过四百嘞，五百嘛贵。三百，包伊啊，到边啊？开始哦，你到倒位啊？我那吞都免过地啦，我你去海边钓三竿嘛钓无啦，不要紧啦。你跑去东兴市场？这鱼啊，我拢甲收掉哦，我讲实在哦，你头家钓你唔敢啊，啊唔敢嘛是收掉，花完就无啊，我无甲咱笑。你食过吃过啦？海鸡母、红鱼啊，三种名，即尾鱼叫马头鱼，下仔一尾我卖五十块银嘞，马头。码头啊，这拢无啊，这盘我先去插队者，这盘我甲处理掉，全部拢来，全部拢来，一只会再只来卖五十个哦，高级的哦。哦，这个最好吃啊，这最后剩六条尔，这已经无甲本钱哦，连本钱都不够，无够落价哦，我就俗十块八肚条，总来哦，百五条，一百五，现捞的码头鱼，买真个最好吃，这盘以后最后我阁问一下，我讲无够俗，无够都够俗啊，这了钱啊，百五无？百五第二声，我若揢着无卖百五啊。第三声，最好吃啦，你拢表示你卖啦，收掉两包，不要来。卖两百五啦，卖到你楼边啊，卖到你白沙你楼下啦，真实的啦。这一台一这金华单哦，哦，这市价已经卖250了，我跟你讲，这里20两了，来两百。要吃迄个，你够人爱，真够。两个，啊！一个你敢卖？我甲你讲，我咧赶时间，你考虑者。另外咧赶时间，下下才买，下下市才有我吼。我一个对正的，对三百几个，才搁两百，敢有人爱？敢有人爱？敢有啥问题？有啥问题爱讲？一个你咧讲啥？伤济，伤济吼。啊，无我搁问一届。如果说你若食袂完嘞，伤济，我搁问一届吼，不要紧啦，因为要死我来。我最后问一下，无这是真正吼？你早上来买，要甲买买一百，绝对无你卖一百哦。这是今下250块超过，一百好无？来，谢谢来，不啰嗦来来，哦，你请问一下啦，请问一下啦，你要吃啥？我最后剩只物件要甲收收掉啊，较袂无聊，因为东西没有了啦。你们要吃什么？恁无可能拢徛咧只看吧？恁敢无介意来只？咱只无咧分伊啊，恁来只爱啥？我来鱼蛋，爱啥？方便那种，上高头啊，第一哦，安定啦，阿你阿贵，这个叫做贵，这叫做贵鱼啊，啊。叫我鱼也卖了十几年的经验，来，安那。我带你去，带你服务。好来，这尾鱼啊叫做，这尾鱼啊叫桂鱼啦吼，红条在遮啦，这只，这算条啊啦，这算条啊啦，这只是桂鱼啊吼，这两种的肉真无啥同啦吼，这最后存在尔。你咧问的吼，我问你一个啦吼，下下只买这本钱都无够，这一只鱼啊少年，这头老板你卖一只鱼仔就卖到500。这个了钱啊，五百种来。这一只，干那这只要到三斤重啦，是要倒买？我加500，给你买啦，三百一千，给你倒买回来。这红石斑啦，红桂鱼啦，煮汤的啦，煮汤的好吃啊，野生的海鱼哦，野生海鱼哦。我最后问一个，客人就无卖啊，这了钱咧卖，我最后问一个，500来有人来无？包一包。拢无人要点，无人无要点，要准拄煞哦。真正这是足歹食的哦。倒了倒两三点钟，拢无人点，是咧等啥？是咧等警察要来抓哦。这拢无人咧点。这我家己咧卖，我家己场，我这逐工拢演，我拢第一届上最早卖完，到恁即摆是咧等啥？这拢无人咧点。啊，这嘛无人咧点。先落去，我雇人员来，套酒来。是咧等啥？等警察要来抓哦。要一尾啦，
我要吃三块，紧讲讲点点的。这哦，啊，上迄无你卖一杯，你白酒你要白酒，你等我坐好啦，我这个甲卖一啦，头张卖200块，卖花300，花500，时间无早到啊，吼，咱卖较俗些。这哦，一斤外块你卖超过240啦，这三只头张穿起来4只，一盘穿起来啊200，机会卖大买你别淡问我卖，事实上这真啊足贵的，这不是鲈鱼啊，这不是鲈鱼啊，这只叫鲈鱼啊，这不是啊，这价少差了200以上啊。这一斤啊100，这外口你卖一斤啊300，这价少差200以上啦，卖200块啦。我不爱开玩笑，200。现捞的套丢，这现捞啊套丢，现捞啊套丢，是要多买这个、这一面桶啦。我来看过你是咧等啥啦？真正啦，啊啦无大啦，真正啦。无嘛无法度啊啦，是要多买这个套丢200块的。要多买啦！要多买啦！你豆豆甲坐坐啦，你莫当作我开玩笑。外口你卖5只就超过200啦，就7只、8只、9只、18个200块啦。啊，搁一个啦吼，搁一个，先搁一个就好啦。昨天后壁渐渐啦，渐较细。第一道里啊啦，现在要收啊啦。规面桶的啦，拢卖拢算面桶的啦。这6只，这7只，卖够啦。我的癖好很多。十万啦，我200块。不过通常都是跟触感有关。大家拢可以拢食，拢这边咧卖。视觉享受兼手感享受。我200。啊，上面问白酒哟。白枪，我惊我给你，你挡袂牢，倒向的阿嫂。我嘛写，我即个给你看来。来嘛，给你坐。这只叫阿条，这只暗时正阿条啦吼。上台一只咧。早起较重要吼。问我什么？这几盘鱼啊，这几盘鱼啊，钱啊，揢咧，我相信大家拢走袂回去啦，唔敢走啦。大家看头家转头吼。这白枪无同的哦，今仔只白枪哦，真正无同，你注意甲看吼，甲平常咧卖这个板头土地无同款就对啊。这一尾百，这一尾白枪啊，菜啥物穿起来超过180元啊。这一斤白枪外口咧卖啊，这种白枪一斤咧卖就对啦，外口咧卖一斤头400啦，啊，送较大只白枪800，一斤有1000个，一斤1300都有啦。我讲真的，不是开玩笑。这两尾白枪啊，外口咧卖啊，一只180，两尾卖偌济？360啦，归去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啦，莫讲360啦。吃过伊啊，卖得到滚滚掉啦。我白青椒哟，别动。聊完都。好啊好啊，不能。作干破呢？啥人买卖？无人买卖啦。1000啦。QQ。这以后外口你卖一只超过800元呢？我是讲真正，我是要卖了还娘呢？我是介无爱跟你开玩笑哦。1000。现在是咧等啥啦？真正够俗的啦，真正够俗的啦，就话袂听袂到话。现在你不说，我也不说，你们不播，我不会哦。嗯。下来啦。还是爱尴尬，才会知。无你讲笑哟，真正无你讲笑哟。寸笑无同，我1000块，我搁少济哦。嗯。伊啊，你甲我望，等下望看卖，搁1000块。这伊啊，有够水的水啦。500。耶！好上。500买落去呢，阿三前咧讲笑的，我当作阿三咧讲笑，阿三歹势，我惊你开袂落去，食这对啦，真正这好食。这我甲你讲，我一个上细汉的吼，我细汉的小朋友，读高中的，一顿饭煮10块，一个人一餐吃2块。关心你倒拢会使看卖伊偌济费用，做一个公共的中扫扫的。搁五百。阿妈，你会再搞袂？你是
是算对啊，算唔对？真啊假？我咧看你应该是国小没有毕业哦。那算对真济哦，你讲哦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进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小姐，这误会，不要紧，你甲问一下上。不要紧，你当场误会，甲问一下啦吼。因为迄遐底条你看无啊，上好是安尼啦。即大家讲啊清楚，较无要紧。即拄好，大家做证，讲咱无白地哦，较袂讲约，大家吼误会去啦。我知影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即包搁五百无？搁五百无？来啦，即包搁甲买，等我无，我咧算较俗的。即只三二啦，即我了钱袂了的啦。搁五百了。看来你才有无？我甲你问一下，你卖无？好啦，别人搁无卖啦。小姐，我送两尾予你啦，这无甲本钱啦，好啦，对啦，啊，送一只送你啦，哦，甲你讲啦，圆圆满就好啦，这真正袂掉就袂掉啊。来点菜。买鲑鱼无啊啦，今仔日有比鲑鱼搁较赞的啦，要食啥？鲈鱼未哦？鲈鱼无啊，鲈鱼无啊，今仔日食只乌鸡好无？要买鲈鱼无啊？乌鸡啦，迄乌鸡甲只红条啦，只条啊啦。阿送你一盘，叫我捧来一下好无？叫我捧来，歹势，叫我歹势哦吼，来说说来。你再看一千个，你敢无看到？当然看全部侪。还没订阅，还没按赞，赶快订阅按赞一下。这鱼尾要死我啦！我先问一下啦，实在是要甲卖甲完尔，卖甲完尔，这一包鱼尾多少斤重啦？完全拢无饲啦！你等下烧水甲炖一下，滚花三米做只，滚蒜头豆做只。你等下啊，甲炒豆油、炒韭嘛会使。你甲冻啊较细地啊，你煮海产梅嘛好食。三百鱼尾，四目一品，完全无饲哦。你哦，迄个乌白切的吼，三百一皮啊，人切切的滚花三皮啦。我跟你讲，两条切起来一盘起来都按八十块位啦，一包一斤重，一包一斤重啦。这菜价你卖一包卖百三，这两包卖偌济？卖二啊六啦，这三包啊，超过三百，我少一个啦，卖三百。这这本钱卖掉的，外口你卖你卖无这个价销啦，这两包三二啦，跟你讲时间无早，收条命啦。三百对哦，真正你若要买钱哦，只要搁送你哦，三百。有人在看无？无人在看，啊，无在换行啊，要收掉啊，这三百伊赔我看收俗去啊，这盘三百好无？三百块有无？有吃袂完的无？我搁问一下，这一包真正卖一百？我最后搁问一下，来百五块的，吃袂完的百五，吃袂完的百五，吃袂完的买两个百五，吃袂完的我最后搁问一下，这三百两百块钱有无？鱼皮完全无钱。甲煮姜丝汤都好食，两百块了无？一个，真的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，这完全无饲哦。谢谢啦。我两百块有无？三盒。不得啦，下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是爱这个，我无，你都，你较济事啊，我是真少啊，我是真少啊，快，要不要我听下？你今日休困啊？